第三十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正式项目中国电影周金鹤奖人气男演员奖。それでは発表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プレゼンターをご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好，第一位是来自伊朗，现在活跃在日本的女演员三田由纪子。では発表いたします。2019年東京中国映画週間人気男優賞作品名最高の夏最高の私たちチェン・テイユーさん最高の我们チェン・テイユー掌声就过首先很感谢东京电影节中国电影周可以给予我这个荣誉，然后我在这里要感谢这部电影最好的我们的制片人，同时也是我的经纪人黄斌先生，是他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然后体验了一下我人生中从未体验的校园恋爱啊，对，然后非常开心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样一部电影，然后同样还是跟我上次上台一样说的，还是希望大家喜欢这部电影，谢谢。